呢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从伟老师。今天是2月6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206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代表呢你是一个很有这个事业心的，然后呢也非常的拼搏的一个人。但是呢，因为206中间有零空调，所以在事业上你会怀才不遇，常常呢遇不到这个好的伯乐。在事业上，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发挥，所以在财富上面也不是很理想。在婚姻方面，虽然你有责任感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也是在家里也是缺乏领袖力的，那这个婚姻状况就不是特别的理想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贵人方面也是没有什么贵人相助，凡事都是靠自己亲力亲为，也比较容易有这个妇科生殖系统或者是肩颈腰疼、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讲座。